欧耶大师真正发过心的，想把戒律复兴起来。啊，看到出家人不吃戒，他很痛心。到50岁之后，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专心净土，专求往生。啊，他自己意识到了，真正要度众生，先度自己，先度自己，先到极乐世界成佛，然后到家伺候，你才有能力了。啊，这个能力简单讲，就是这个花花世界，它对你毫无影响，你不会被它干扰，你不会被它染污，真正具足了戒定慧。啊，眼在色尘当中入定。啊，不是离开呀、啊，跟在尘上入定啊。啊，什么入定呢？不生眼识，这厉害啊！啊，耳根在深尘上入定。鼻在香尘位入定，舌在味上入定，这个入定就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心的圆满的心的。其作用呢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清楚明了是智慧呀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。啊，这是法身大师。啊，阿罗汉只能做到不执着。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啊，为什么能不执着？知道诸法实相。啊，实相是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就修这个东西。啊，不是远离六尘。远离六尘到哪里去？啊，根尘实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是一桩事情。啊，化身大师，六根在六尘境界，完全转过来了，转八识成四智。啊，转摩那，啊不，转阿赖耶。为大圆心智，转莫那为平等心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。啊，尘所作成就普度众生的事业，啊，这个是归诸归到根本了。啊，所以有这个能力，解众生种种因缘，为众生说法。